阿迪丽，哎呦，这孩子，这可怎么办呢？哎，大婶啊，都怪我不好，我没有把他拉住啊。别着急啊，热赫曼骑着马出村去找去了啊。我们在村里再找一找，一定能找到的。我们刚才啊，到了阿纳尔汗家和那个库尔班家都看了，都没找到他，看来他是直接出村了。对，热赫曼一定能在村外找到他。哎呀，出村的路那么多，你知道他走哪一条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都是我不好，怎么办呢？大婶，别着急啊，别着急。大婶啊，别着急了，咱们先回家去。哎呀，他一个孩子家受了那么大的刺激和惊吓，哎呀。我应该想到啊，哎呀，行了，现在他也不可能在村子里了，咱们还是回去，等热赫曼的消息啊。对呀，咱们回去吧啊，走。咦，阿迪丽，阿迪丽，去，阿迪丽，阿迪丽，去，去。阿迪丽，去，去，鱼，阿迪丽，阿迪丽，阿迪丽，去，去，去。阿纳尔汗，你看，今天晚上咱们两个有鱼吃了。你怎么了？是不是还在担心阿迪丽？我梦见他们都在欺负阿迪丽。乌斯曼老爷他们现在一定到处在找咱们两个人，等风头过去了，我们悄悄回村去找他，然后把阿迪丽接出来。你就别担心了，他不会有事的，有热赫曼和杜大叔，还有阿瓦汉奶奶和托尼亚大婶呢。嗯，乡亲们，昨天发生的事情我非常痛心，我相信大家也不希望看到那样的结果，一个孩子被困在笼子里边游街，还说要杀了他，这是绝不能容忍的。可这样残忍的事情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这能怪老百姓造反吗？不能，我看这是官逼民反，而这个逼老百姓造反的官就是阿沙乡的伯克乌斯曼。当然有些情况他也不清楚，是肉孜伯克没有和他商量就擅自做了决定。
但是乌斯曼伯克也不能够推卸责任，所以乌斯曼伯克必须向阿沙乡的父老乡亲们道歉。昨天械斗一共死了3个人，伤了27个人，这些死者必须要由乌斯曼伯克出钱安葬。对于死者的家属，乌斯曼伯克必须要对他们赔偿损失，受伤的人也需要由乌斯曼伯克出钱治疗和赔偿。另外，肉孜伯克必须由警察局带走，依法严惩。大家说这样的处罚好不好啊？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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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我糊涂，我没有想到肉孜伯克会把事情弄成这样，我真是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相信我，我会把善后的事情都做好，死者一定会得到最好的安葬和赔偿，伤者也会得到最好的治疗和赔偿。至于阿迪丽，我向大家保证，只要他回到阿沙乡，我一定会好好的待他，绝不让他受到一点委屈。乡亲们，乌斯曼伯克这个道歉大家满意吗？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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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差不多，满意啊，这差不多，满意啊，没想到。大家既然满意的话，以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能遇见阿沙乡这样通情达理的乡亲们，我也很幸运。我谢谢大家，我们要走了。吴局长在，把肉孜伯克押上，回巴城。走，走，快，走。多亏一名老爷带着人及时赶过来了，是啊，不然的话，这一次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呢。老爷，你看这怎么办？停下，停下，停下！哎，孩子，孩子，你快拿些水来，快！来，喝点水，喝点水。哎，孩子，孩子，孩子，你现在这样子，你什么地方也去不了啊！你姐姐叫什么名字，在哪儿？大人好，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好了，坐我们的马车吧，我们帮你一起找。来，哎，哎，快，这个东西多少钱呀？您看着给吧。
您真是好眼力啊！怎么没上税就做起生意来了？你小子还不赶紧走？热赫曼，不要自找麻烦。你们几个存心来捣乱是不是？还真让你给看出来了，真聪明啊！你既然这么聪明，你怎么就不想想我们为什么偏偏给你捣乱呢？我们为什么不去给别人捣乱？欺负到我头上来了啊！你们的老爷不是刚刚当众道歉了吗？是他指使你们来给我捣乱的，还是你们自己要为主子出气？热赫曼，你别以为有一名专员给你撑腰，你就不知道阿沙乡的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我告诉你，阿沙乡的天他再高，也高不过乌斯曼老爷的帽子。你还真以为你就是专员老爷的亲戚了？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也不知道我的厉害。怎么着，还想反抗啊？阿沙查巴克，原来你们在这里，老爷到处在找你们。小姐，老爷在找我们。老爷知道我们在这里啊？不是老爷找你们，是本小姐找你们，可以吗？当然可以，阿杜纳伊小姐。不知道你有什么吩咐？本来我要在这里买些东西，可是你们把这里搞得乱糟糟的，坏了本小姐的心情。你们都给我滚远一点。是，小姐。热赫曼，对不起，让你受惊了。谢谢你，阿图纳伊。我想知道，这次你打算怎么谢我呀？来的时候，我爸爸让我给他抓点中药带回家，我差点给忘了。对不起，我先走一步啊。阿图纳伊他已经有心上人了，他是谁啊？是热赫曼，阿图纳伊看上他了。热赫曼，不行，这绝对不行。等肉子伯克一放出来，就把阿图纳伊马上嫁过去。热赫曼怎么惹着你了？那不是阿沙乡唯一有钱也见过世面的小伙子吗？家里不仅有钱，人也算得上体面。再说了，女儿还就看上他了。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什么呀？那个热赫曼总是笑眯眯的，可他是笑里藏刀。一名专员放了库尔班，就是他搞的鬼。这个事儿我还没跟他算账。这么说，要不是他，库尔班也不会被放出来。库尔班要是出不了大牢，阿纳尔汗那丫头也不会逃走的。闭嘴！别再跟我提那个什么阿纳尔汗。热哈曼这小子，他想得倒美。阿图纳伊必须尽快嫁给柔子伯克。老爷，阿图纳伊一定会闹的。她是我的女儿，更应该知道顺从才对。这种事情由不得她。老爷，可肉孜伯克也太老了点了，你知道的，咱们的女儿一点都不喜欢他。我早已经答应
把阿图纳伊嫁给若斯伯克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爷，出去！哎，若兹伯克啊，穿上了这一身儿，就更像是新姑爷了。啊，谢谢，请，没事。哎呀，能当上乌兹曼伯克的姑爷，那可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嗯，走走走走，好好好。哎呀，老爷出来了。哎，请。乌斯曼伯克对您可真是十分器重，要不是马上就要当您的岳父了，他老人家一定会亲自来接您的。请，请，请。嗯，可以走了吗？走，下，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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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你真的就不出去见他一面吗？阿图纳伊可是在外面站了有好几个时辰了。阿图纳伊，她明天就要嫁给肉孜伯克了，这件事全村都知道。你也明白，这个时候我是不应该去见她的，对吗？再说我和他之间什么也没有发生，只是他一厢情愿。乌斯曼伯克家的彩礼都送到肉孜伯克家去了，足足送了20车呢。这个时候他确实不该深更半夜来找你，可是你看他那可怜的样子，你今天晚上要是不出去见他，他一定会站到天亮的。儿子，听我的话，你还是去见见他吧。仁和曼，是你吗？我知道是你，你怎么不说话？你倒是说话呀，说话啊！阿图纳伊，你不该来找我的，嫁给肉孜伯克不是很好吗？不。我只嫁给你，只要你点个头，我就和你一起逃走。我永远都是你的新娘，我再也不回家了。阿图纳伊，你回去吧，我是永远不会娶你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是乌斯曼伯克的女儿吗？我知道你恨他，我也恨他。只要你答应娶我，我现在就可以不是他的女儿，我永远不回他的身边，永远不回去。你别在这说傻话了，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我更不会答应你什么，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仁和曼，难道你就这么狠心吗？你从来就没有好好的看过我，人人都说我漂亮，可是只有你仁和曼从来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阿图纳伊，你不要这样，我从来都没有讨厌过你啊。就开开门看我一眼，就一眼。你看看我好吗，仁和曼？
乌阿图纳伊从来没有这样救过一个人。阿图纳伊，你是个骄傲的姑娘，也是个漂亮的好姑娘，但是我不会娶你的，因为我心里有别人，我放不下那个人。请你别再来找我了，你走吧。站住！阿图纳阿姨，阿图纳阿姨，阿图纳阿姨，我的宝贝女儿啊，你这是怎么了？我派人四处找你，哪儿都不见你的影子。妈妈吓坏了，你哭什么呀？谁欺负你了？你就是你，宝贝女儿，我怎么能欺负你呢？马上要出嫁的人了，到底跑到哪儿疯去了？不要你管。你是去找仁和曼了是吧？是又怎么样？我就是去找仁和曼了，我就是不愿意嫁给柔子。你给我听着，你要再去找仁和曼，你看我怎么收拾你！我的宝贝女儿，你就听你爸爸的话吧，他不会让你吃亏的啊！听话吧，听话。我砍的柴，又可以去卖一次了。然后买点咱们需要的东西。你想要什么呀？我只要你平安的回来。来，给我。放心吧，我会早早回来的。我就是不惦记我老婆，我还惦记我儿子呢。你怎么知道是个儿子呢？你说的呀。你不是已经管他叫小库尔班了吗？快走吧，越来越像个孩子了。等小库尔班来了，你们两个还不闹成什么样子呢？好了，我走了，回去吧。撤。英俊的小伙来接你哟，啊，把你带进新房里哟，把你带进新房里哟，放下放下，老爷抱起来吧。等等，你过去交税。伯克老爷您好，我现在身无分文啊。什么？身无分文？那我先把你的热瓦普收下。老爷，老爷，求求你行行好。等一会儿你卖完钱再来换，走吧。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عاقبة للمتق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ه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أصحابه أجمعين أما بعد فقد قال الله تبارك وتعالى في القرآن الكريم أستعيذ بالله وأنكحوا الأيام منكم الصالحين من عبادكم وإيمائكم إن يكونوا فقراء يغنهم الله من فضله والله واسع عليم阿曼，人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请吧。哎，新娘子准备好了吗？新娘子的代表过来。老爷，我在。柔子伯克，我在。你是自愿娶乌斯曼伯克的女儿阿图纳伊乌斯曼为妻？我愿意。请问新娘阿图纳伊，你愿意嫁给肉孜伯克为妻吗？不，我不愿意。。他说他愿意。他说他愿意，肉孜伯克愿意。阿门，阿门。我不愿意。阿门，阿门。恭喜你，寿司老爷！恭喜你，谢谢。恭喜，快尝，张开嘴吃吧。恭喜老爷！啊，这下就礼成了。恭喜老爷！恭喜寿司老爷！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你不在里面待着，站在这儿干嘛？想早一点见到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我先把柴火都卖出去，就剩最后一捆了，等的时间就有点长，所以回来晚了。累了吧？快回去歇着吧。不累，我买了馕回来，这样再抓些鱼，就够咱们两个人吃好几天的。库尔班，我们就这样一直在这里生活吗？我知道你惦记着阿迪丽，明天我就回阿沙乡把阿迪丽接来。走。在那么高的绳子上走，你不害怕吗？习惯了就不怕了。哎，你告诉我，是不是站得那么高就能看得很远啊？是啊，要是你想看到什么呢？我觉得有一天我站在上面，一定能看到我的姐姐。来看我们演出的人多得很，我们要去的地方也有很多，你不用上那么高，也一定会遇见你姐姐的。是被他们抓住了，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有什么意思？我情愿和你一起被抓，活着在一起，死了也要在一起。阿努尔汗，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哪怕是跟你分开一小会儿。
坚持住，女儿，一定要坚持住，就快到了。坚持住，马上就到了，一定要坚持住。大叔您好，这是您女儿吗？她咋了？她生病了，我要带她去看病。可是半路上马车坏了，马累的也不能走了。哦，到那边，坐一会儿。走，来，坚持住，我们马上就到了。阿南汉，坚持住，来来，坐下，歇一会儿。来。来，啊，好心的人，喝点水。你们叫什么？啊，我的名字叫库尔班，这是我的妻子阿纳尔。我叫穆拉丁，这是我女儿艾莉。啊，来，喝点水。你们的水也不多了。穆拉丁大叔，你们顺着这条路一直走，我去那边湖里打点水。啊，好，阿纳尔。照顾好艾莉妹妹。嗯，小心点，你快去快回。嗯，好。好点了没有啊？我现在好多了。这，这，这，哦，哦吼！啊！快看呐，这里有两个姑娘。你要干什么？你马上就知道了，快点滚开！老东西，过来！来吧！放开！你阿沙乡的事情你是不是都知道了？是的，我一回来就听说了。准备兴师问罪？哼，你的处理很果断，而且还懂得恩威并用，不但安抚了民心，还把那个乌斯曼伯克牢牢攥在手里。能得到督察的夸奖可真不容易呀。共产党打下了兰州，还说什么固若金汤，五天就被人给拿下了，真是风云突变呢。现在新疆的国军里妥协投降的势力已经渐渐占了上风，他们已经不能阻挡共产党解放军前进的步伐了，还是要靠我们自己才行啊。我们要把地方武装尽快建立起来。我刚刚弄到了一批武器弹药，专员，你说我们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好？你的意思是阿沙乡吗？看来英雄所见略同啊，就把它藏在乌斯曼的庄园里。现在的乌斯曼，不是你忠实的马前卒了吗？你在阿沙乡收买到的那些人心，也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
我可是一个外行啊！不，你一点也不外行。这次你在阿沙乡指挥若定，谈笑之间就把一场大乱子平息了，而且还借乌斯曼的钱收买到了那些人心。哼，你不但是有将才，还有帅才。我说的对吧，一名专员？那么现在。 这支武装非得由你一名专员指挥不可。那你呢？当我的太上皇吗？嗯。不，我也是个马前卒。不过，要是你恩准的话，我还可以。 兼做你的贴身秘书，就是那种很贴身的秘书。来来来来。 多谢啊！来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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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些东西都搬进去。哎，是老爷，都愣着干什么？快点去搬箱子，快点！哎，你个混账，轻一点，摔坏了箱子，看我怎么收拾你！啊，这轻一点知道吗？快点！乌斯曼伯克，您真不打算让吴某？ 进去说话吧。啊，哪里哪里，吴局长。请。请。这次我奉一名专员和玛莎督察的指令，往贵庄园运送一批武器弹药。你们准备好？ 存放的地方了吗？啊，一接到一名专员的信，我们就开始准备了。请一名专员放心，这些东西放到我这里是最合适、最安全的。打开。是。没见过吧？ 想不到吧？这些可以装备两三百人的精锐部队。这一名专员真要亲自来一支队伍吗？哎，以后的事情啊，到时候一名专员会亲自告诉你的。我就不好在这里多嘴了。现在最紧要的事情，就是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嗯，这件事情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 一名专员这么信任我乌斯曼，我真是感激不尽。嗯，拿走。是，请跟我来吧。好啊。啊，请。嗯。来，你看。 这个地窖原本是放冰块的，当我们接到移民专员的信以后，我们就把它腾出来了。你看，这里大小还合适吧？嗯，不错。让他们把上面的东西全部都给搬下来吧。嗯，嗯嗯，是，跟我来。是是。有些话。
一名专员在信上不方便写，他托我单独一个人交代你。共产党来得太快了，出乎了我们的意料和想象，新疆的国军已经顶不住了，武装已经要掌握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绿洲将建立一支反共救国军。 这是对我将决定着我们绿洲的命运。一名专员，则是对你乌斯曼伯克寄予厚望啊！请转告一名专员，我乌斯曼愿鞍前马后追随一名专员，肝脑涂地，在所不惜。从现在开始。 要清查村子里的可疑分子，必要的时候要封锁村庄，严守机密，等待时机。明白吗？好，从今晚开始，我会派人日夜监视，谁都别想自由进出阿沙乡。尘土中扬起你美丽脸庞，漫漫长夜锁不住。 飞的翅膀，白杨树下，我向爱人方向眺望。阿那尔汗，石榴之花，向着黎明奔跑的。 阿那尔汗，哦。